颁发毕业证书。乖乖班全体毕业生请出列。这是荣耀的一刻，请家长献上你们祝福的掌声，恭喜他们。而他们的证书将由他们的代班老师轻轻的授予。谢谢，谢谢台下所有人的祝福。合照，我们再次给乖乖班热情的掌声，恭喜这群可爱的孩子从老师的手上接下了毕业证书，祝福你们，恭喜你们毕业喽！好，谢谢。七七班全体毕业生请出列。接下来我们恭喜七七班的老师为我们小朋友献上最真诚的见证哦，颁发毕业证书，恭喜毕业了，恭喜毕业咯。哇，太棒了。哇，这一刻呢是属于他们的荣耀，在这边呢亲自的接收到了老师颁发给他们的毕业证书，这样的时刻可以说是意义非凡。哇，还有小红献花，恭喜你。你们老师跟我们一起合照，我们也请现场的家长再次给热烈掌声，恭喜你毕业了。爱爱班全体毕业生请出列。我们恭请爱爱班的老师为这一刻做见证，颁发毕业证书。哇，谢谢爸爸妈妈、叔叔阿姨的来宾们的掌声。相信这一刻呢是荣耀的一刻，从自己代班的老师手中接下了毕业证书，无疑呢就是对他们的一种肯定。相信呢在未来的路程上面呢，老师们呢把这些祝福都放在毕业证书上面，在这一刻一并的送给我们的孩子，希望他们未来飞得更高，飞得更远，长向更新更好更美好的梦想前进。到今天亭亭玉立，站在舞台上彬彬有礼的他们，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哦。哇，现场还有很多小花，我们送上花祝福他们。好，照
下。我们用掌声恭喜爱班的孩子，恭喜你毕业咯。乐乐班全体毕业生请出列。是的，我们恭喜乐乐班是我们颁发这项荣誉，颁发毕业证书。衣服塞进去，衣服啊，衣服啊。我想此刻你跟我们一样感受到非常的骄傲，就算是中组或是小组的爸爸妈妈，此刻我相信你心中也有同样的激动，因为孩子的学习跟成长并不会等人，是因为时间会不断的流逝，所以看看他们如今成熟的模样，是不是真的都有一点小大人的味道？尤其在此刻，你看他们领过毕业证书的同时，彬彬有礼的回忆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棒，而且非常非常的感动哦。所以呢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老师，也祝福我们这群可爱的孩子。都是希望小孩能够飞得更高更远，然后去逐梦，逐梦踏实。在哪里啦？在哪里啦？在哪里？好，我们请各位班的老师跟我们班的孩子们一起来做合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宣布李晨、快乐美出堂。爸爸妈妈们，把双手借给我好吗？我们一起用节奏来祝贺这一幕的来临。会唱，我们一起唱，让我们的歌声回荡在这个场地当中，为孩子祝福。那我们一起要大声唱哦。
各位亲爱的家长，我们在这个我们毕业之后呢，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到一个段落了。再次感恩感谢家长的全体配合，我们的活动落幕，完美的配合。如果觉得满意的话，是不是给我们醒过老师一个热情的掌声？数谢谢你们，帮孩子安排了这么好的一个毕业典礼，谢谢老师。哇，我们小朋友也送上感谢的花来送给我们的老师。最后，我再次代表猫熊幼儿园感谢爸爸妈妈，这是我这一场看过最棒最棒的100分的家长，在表演当中都给孩子掌声，在表演的时候都坐在位置上，真的是非常。